一二三，好，欢迎大家翻嚟收听《方向编辑部》啊！休咗一阵，我哋重新出发咁《方向编辑部》啊，录嗰阵咧，红小鬼回归系啊！我哋依一班啊，深受呢个俾人骂到我哋抽筋嘅节目啊，翻嚟啦！咁啊，我录嗰日时间咧系2018年11月24日。就啱啱过咗呢个台湾嘅九合一选举，系变天系咪啊？变天系啊嘅选举，今日香港唔知会唔会变天咧？喂，大佬，地方选举一镬啫，有咩天要变啊？天冇冧落嚟嗰个九西变啫，咗啦，上次都顶住咗共产党噶啦，系、哎、神武个姚教授都顶唔到啊！咁都未变，咁不过冇呢个仗你人啊，点会变呢？咁啊系啊，不过唔紧要嘅，我哋秉承呢个宗旨就系、是，哪怕天要塌下来，我们都要伸张正义。哇，好正啊！一个芒果，芒果照耀大地啊！我正我正义啊，惊王师嘅正义同我哋眼中嘅正义唔同啊！真系到时啲人话同你改翻名叫你呃人噶咯，屌唔系你卓人叫你呃人喎，我帮呃人啊嘛，唔系话好多花名喎、啊。你今次李卓人呢一次，即系我哋唔好讲个结果先啦，因为我哋节目出街嘅时候应该知道个结果噶啦，系啦，系啦，咩你呃人啊，李卓贱人啊，添啊，喂。要大笑下大家先，唔好意思，去楼上打啊，要俾新嚟嘅听众佢知道我哋系边个。咁啊，首先好啊，有我哋系一个海外嘅几个朋友啊，志同道合啊，环游全世界嘅节目。咁啊，首先有台湾嘅啊，许留山先生，哎，大家好啊。啊，咁啊，有呢、這、一个仰好仰望住德道嘅纽西兰德台仰，系大家好啊，我以德台仰。系，就有呢个喺新加坡，唔系喺马来西亚嘅，对唔住啊，马来根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咁啊，仲有啊，而家你喺边啊？真 B C 喺澳洲啊，话啦。喺澳洲。澳洲。而家喺澳洲，佢喺呢个周围飞嘅。咁都唔知佢咩国籍啊？有英国，有澳洲，系可能系零零七嚟嘅。偷三个国籍嘅我。大家好，系都真 B C。是不是007真的不知道，还有一位社长，不过社长就抱恙，今天来不到，社长又是周围飞的。我在这里啊，社长原来在这里。Raymond Wong 在这里。Raymond Wong。红小鬼。红小鬼啊，是啊。红小鬼之手。其实说话红小鬼那些人都没有脑的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们照起 Tony Choi 是不是这样说？唔系通啲菜养红小鬼啊，系应该佢射我哋，即系佢射咗我哋，系咯系咯，系啊系啊系咯系，好，仲有系啊，仲有我呢位喺加拿大东部嘅东岸嘅加赞生啊，系啦，佢话你假喎，屌你，有条友成日搞搞震话你系咩喎，话假加拿大喎，我得啦。啊得啦，啊假咪咁，佢有咩证明佢系真加？佢有咩证明佢系加拿大啫？咁佢又话啊，佢 read 我嘅口音啊嘛，我都唔明佢点样 read 我嘅口音咯。佢唔系人哋系伦敦音咯，吓佢系伦敦人嚟噶，佢话自己系伦敦人嚟噶。哦，咁啊得啦，佢点解佢会怀疑我系唔系加拿大人咧？既然佢系伦敦人，咁佢有咩证明佢系伦敦人咧 ？Facebook 打个名话佢系伦敦人就系伦敦人，咁我够喎。Read from your accent。哦。佢 read my accent 啊嘛，佢唔系 listen to my accent 啊嘛，我都唔明佢点样读我嘅 accent 咯，呢啲咁嘅 Hong Kong English 吓、啊，我读你嘅 accent， 哇咁好英文喺英国读咁好嘅英文嘅咧，吓、啊、用，嗰个冇计啊，佢唔用 listen 用 read 嘅，咁我更加佩服佢啦，算啦，我唔会同佢计较嘅，系啦，啊我系唔系我自己知我系咪，系啦，咁啊好，咁我哋正入。入正题啦，咁唔好同呢啲废人喺度咩啦？时间喺你身上走钱啊，唔使啦。系啊，喂，我哋老许啲听系老许啊，喂咩、啊？台湾陆地变蓝天喎、啊，系嗱、啊，其实睇个市面咧就冇乜嘢噶，啊，仲有一样嘢好得意喎，其实即系当你在地喺台湾住嘅时候，你就发觉咗一样嘢，嗱、啊，原来架空睇
睇一啲新聞咧，你見到啲選情好似好激烈啊，幾多咩十萬人，幾多萬人啊，喺度萬人空巷喺度揮手啊，參加造勢大會啊啲咁啊。但其實咧，係真係得嗰個造勢大會嗰個範圍咧先咁勁嘅啫。其實你喺市面遊走咧，你又唔好覺嘅喎。其實你就見到啲 banner 啊，掛曬啲海報啊，喺度宣傳啊啲嘢，即係嗌咪都好少嘅。即係好少可能播啲小喇叭咯，喺度講啊、剩啊啲冇嘅，咁你又唔覺嘅喎，係啊，所以新聞睇咧同現實咧就兩樣嘢嚟嘅。有啲人就話：哇，選情好激烈啊，好似啊芒果佬嗰啲啦，仲帶團過嚟睇咧，其實冇乜嘢喎。其實你見到嗰啲人嗰啲喂，但係芒果佬好勁嘅喎，即係我聽佢節目喎，佢全部懂曬喎，屌好撚勁喎。不過佢對台灣分析係有一手嘅，因為佢。始终佢老婆系咩噶嘛？系深蓝啊嘛，佢自己都咁讲喺节目。同埋见嗰啲人啲竞选总部啊，啲即系唔同嗰啲地方嘅人嗰啲竞选总部咧，其实里面啲人都好 hea 噶，唔知道行企企啊，喺度准备一下啲咁样噶，即系个气氛咧，即系新闻睇同现实就有两样嘢嚟，其实就系啦。不过寻日投票日咧，都见都多人去排队，同埋啲人排队都一排都成要成个钟啊啲咁样嘅，即系搞到附近咧有啲仲投唔到添系嘛？好似话听投唔到太耐咯，好似话投得。不过咧就令到市面嘅气氛咧，就系之后啲人排完队投完票啦，咁啊一家大细去食饭啊，剩嗰啲咁啊，啲食肆又好旺啊，所以变咗又。咁啊，许留山你喺台北嚟嘅。我台中啊，台中。哦，台中。台中就变咗天啦，变咗即系高雄市嗰度，系咪即系而家？唔系中间，都系中间，中间系啦，系啊。咁咧就变咗天啦，即系呢个废土嘅好朋友林佳龙咧就高票地落选，喂，即系其实又谂唔到嘅。输咗几多票？输咗大约几多票？请问？输咗几多票？我都要睇翻个数，都几多下，都算多嘅喎，即系未到，因为真系大跌眼镜喎，呢个真系唔知点解啊，冇计喎，即系咧，你会发，因为你发觉，即系你睇个市面咧，咁又唔会话即系好差啲咁样嘅，咁啊，但系你会啲人嘈啊嘈几样嘢咯，即系嘈，可能啊以台中举个例啦，咁啲人可能嘈嘅就系空气啦，或者空气空污啦，但系其实啦，啲人就成日话呢个空污啦，咁其实空污咧都冇香港咁离谱，我心谂哇呢度呢个情况已经闹到拆天，香港真系我谂应该又要再掟砖先掂啊，而香港就咁啊空气问题咯，同埋可能有之前有啲地区可能发展得。即係好似未夠完善，同埋一啲位就可能變曬豪宅啊，成啲嗰啲人咪不滿咯。咁可能新嗰、那個市長，可能佢又嗰個又承諾話一定會搞得到個空氣啦。咁即係你見佢嗰個競選嗰個手法咧，都係寫住係啦，個口號咧都係寫住咩咩空氣。咩空气换新，跟住咩市长就换人，咁你见到哇系咁犀利，所以你见佢个颜色啊，都系粉蓝色啊、粉红色啊啲咁样嘅，即系俾人觉得好似好清新嗰啲，咁即系白恤衫啊、剩啊啲咁样，即系好清新嗰啲咁样咯。系啊，咁可能啲人 buy 佢啲样。咁我林佳龙系输咗20万票喎、啊。系。哇，都几犀利喎，都输得。冇计噶啦，你在位做紧，你有啲嘢又即系喐唔到，喺冇喐到。系。同埋中央做得唔好咧，其实佢又唔系差得太犀利，但系都系受中央拖累。中央系咩啊？系台湾嘅中央啊，中央政府啊，唔系 CCTV B 嘅 CC 啊。系。不过。不過咧，我哋又楞翻啲香港啦，即係好似見到尋晚咧嗰個選，即係台灣嗰個選舉咧，即係可能由綠色變咗藍色啦，即係逐漸話俾人聽變咗藍色嗰啲咁樣啦。我見到香港嘅反應仲激烈過台灣自己本身，好失望啊！香港嗰啲係咯，黃色有咩哇變紅啦，有咩投共啦啲剩嗰啲咁喎。但係其實你在地淪陷啊！阿費都話台灣已經淪陷咗啦，已經。但是在台湾你又发觉其实啲人咁夸张，佢哋冇投共呢个概念噶，即系你同啲人讲共产党，佢哋又冇乜感觉噶，其实系，即系冇香港抗共嘅思潮咁劲噶，即系咩政邪啊成啊，即系有啲人即系香港会系咁样噶嘛，即系觉得你投边个咧就代表支持共产党，你就系邪，咁我哋唔系就系正，咁佢哋冇呢种概念噶，即系。
其实香港人不要搞错呢样嘢，即系你唔好将呢样嘢套咗落佢哋身上，佢哋发，如果即系俾佢听到，即系少到你转头，笑死啊！或者讥笑你蠢咯，因为睇到好多人都话，哎呀，唔好再睇蓝绿啦，睇政睇呢个政纲啦，因为忍够啦嘛，有啲嘢，即系其实都系一个成熟社会嘅标志嚟嘅，即系不再睇政党啊咁样咯，咁其实。是好事嚟嘅，其实，但系咧相反咧，有啲评论员啦，即系网上 KOL 咧，就即系阿陶君衡先生就话惨啦，台湾已经沦陷啦，香港要顶住，就去投呢位好急嘅吓、啊，人有三急嘅嗰位啦吓。冇、啊，我见你睇个市面又觉得冇乜嘢喎，即系啲人又唔会话。即系你唔会话因为哦边个咁，跟住选咗可能啲人上街要暴动要抗议，又冇预想咁去。咁搞错晒，咁搞错晒。但系其实有冇香港嗰啲，即系其实激唔激烈？即系老实讲，即系许留山你而家喺台湾啦，其实市面上香港激唔激烈咧？点样个激唔激烈啊？啊 ，sorry， 听即系嗰啲选情啊，热烈啊 ，sorry， 我其实唔系咁热烈，唔系咁热烈嘅咋，佢。你見到嗰個選舉嗰、那個都係真係淨係得嗰個範圍咯，即係嗰個競選嗰個叫咩啊？造勢大會嗰度有氣氛咯。其實市面冇㗎，係、啊，好淡靜嘅啫，其實係啊，即係香港有時好似好神化咗呢件事，或者可能未到神化嘅，即係覺得好似哇，你睇下佢哋幾有氣氛嗰啲咁。其实冇法，即系靠疫情作用啦，即系自己得唔到见人得到，咁啊好比较羡慕啊，即系将佢呢件事神圣化咗嚟影射我香港冇，所以我好悲惨，然之后激起民愤，等大家出嚟投票嘛，讲所有嘢都系希望煽动人出嚟为自己嘅党派投票。系，讲穿咗都系呢一招。最好笑都系呢度沦陷咗先好笑，即系等于即系如果投，即系其实啲台湾人都唔信噶啦。其实最初都会有讲过呢一样嘅。我今日问翻一啲台湾人啦，佢话哦呢一招啊，好耐之前民进党用过啦，即系你投我就代表可以抗共嗰啲。吓，冇人信喎呢招，你仲信？唔系即系吓，唔系嘛？香港人仲讲呢样，即系佢哋会咁样睇咯。系啊。你見香港啱啱即係嗰個李卓人出嚟選都係㗎，即係你見係用曬呢啲咁樣㗎嘛？係，咁佢姚松炎啊、李卓人啊嗰啲，今日佢已經冇板斧啦嘛，佢係窮雞窮啦，三大板斧，係咯，邊三大？三板斧，邊三大板斧？三大，正邪對決，仲有咧？嚇，全線高急。正邪对决，含泪投票，票三大板斧，咁即系同嗰啲咩一哭二闹三上吊啲差唔多啦。系啊，啲缩骨上爆咩咩咩咩咩土啊！你哋香港讲个咩缩骨上爆咩咩咩？缩骨上爆啊！系缩骨上爆老卵。啊咁讲啊，即系，我觉得话呢个台湾沦陷嗰啲人都傻。台灣佢下一好快啫嘛，下一屆選舉佢就可以，即係如果今次選出嚟嗰啲人做得唔好，佢踢佢走咯，用選票踢佢走，有乜輪陷？係咯，有乜輪陷啫？冇㗎，你完全冇輪陷啊！唔會輪，除一日冇解放軍踏上台灣都唔會輪陷喎。即係話台灣輪陷嗰啲人係黐線，我覺得，即係佢完全唔知道民主社會係點樣玩。系，即系而家基本上佢哋嗰个思维就系斗争，佢觉得，我而家同即系我哋就系正邪对决，咁当然喎，喺蓝营嘅话都系正邪对决嘅，其实冇意思噶，两边都系正邪对决，跟住两边都系全线告急，跟住就系又系含泪投票，两边都系，其实冇意思嘅，呢啲嘢已经玩烂咗。台灣冇，但係南面係叻咗嘅喎，冇含淚投票嘅喎，我哋翻咗啲報紙報嘅喎，因為香港佢本身知道自己做得唔好啊嘛，嗰啲民主派其實佢哋知道自己做衰咗啊，你睇下李卓人，即係佢你睇翻佢個往績，其實佢做議員嘅往績係好 Q 差嘅嘛，係啊，但係有啲人唔幫佢繼續
有啲人会帮佢继续斗斗系啦斗咯，即系佢会话一个做咗议员差唔多二三十年嘅人，佢有政绩上出现咗错误有问题，好闲嘅啫，不过好闲啊。咁冯检基可唔可以咁讲啊？咁嗱，冯检基可以咁讲，李卓阿陈可欣都系咁讲，佢就话好闲啫，你俾我做试下做咯。有乜所谓啊？俾我做一次咯，俾我做两年啫嘛，亦都唔系全届添。哦，咁就陈海欣都可以讲添。我喺政治助理嘅时候做咗有啲行政上有啲失误，咁都好正常啫。你三十年你都可以有咯，点解我做几年政治助理唔可以有失误啊？直头一样落失。系咯，所以佢哋嗰班人系好唔掂噶，即系你睇到佢哋嗰种即系操作一个选举。永远都是双重标准，他玩任何东西都是双重标准。我做得你做。应该说他们现在是拿抗共大于一切咯，即是我是抗共的了，那我拿了这个牌头的话，你不要理我做错什么，我讲什么，我总之我是抗共，那就可以了，你们要投我。你抗我投我等于。即是梁天琦都没错咯，梁天琦即是他鼓吹用暴力都是没错咯。因为抗共就是啱啊嘛，即系烧的士都是合理的，旺角那个鱼蛋暴动啊，系嘛？即系佢做乜嘢都是合理的，因为佢是抗共啊嘛。其实咁样就好大镬嘅，香港个社会，香港个社会唔可以俾呢啲咁嘅人搞破坏。系，因为佢系用抗共嚟justify 佢所有嘅行动啊嘛。佢做乜嘢都话自己抗共咯，但系好多传即系网台咧就好提倡呢样嘢，即系唉佢抗共啊，咁啊咪俾个机会佢话，即系咁佢都有道理啊嘛，即系好似即系总有道理，总之你抗共嘅话乜嘢都得噶喎，杀人放火啊唔紧要噶，唔系呢个问题，唔系呢个问题，而系我抗咗共之后，人民嘅生活有冇好到？好似譬如呢一次民进党大败，我睇有啲台湾人嘅分析系好简单嘅啫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你民进党做得唔好，哦系，并唔系因为国民党做得好，而系你民进党做得唔好，你民进党将意识形态摆咗喺国家人民嘅福祉之上，系仅此而已。而啲人发觉咁唔掂，你认为话要拒中，拒中唔系问题，但系当你拒中之后，发觉国民党嗰阵我可以生果卖过去，吓、啊。大陸咁，我至少有翻飯食。我好啦，我唔跟你拒中，你要點出另一條路？但我有咩活路？你原來你係做唔到活路出嚟俾我嘅，咁究竟你想點？下一個你要我跟你，我唔跟，係啊，我唔跟你，你就喺度屌票屌我嚇。咁 我跟咗你，我又冇飯開，梗係啦。所謂政治生活、民主生活，其實即係話要俾條路俾大家過幸福嘅生活啫。老實講。我跟你冇幸福生活，我点解要跟你？但系咁，我解散而家呢个生态好唔啱，就系饿死唔捻紧要嘅，最紧要咧就咩啫？抗共吓，你系佢哋话啫，你唔好忘记系佢哋话啫，系系佢哋话咯，系但系人民能够顶得几耐？应该我投你系，讲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。其实睇翻咧，刘小丽一开波佢都系噶，守住库房，守护孩子啊。即嗰啲，即佢一开头都系守护先噶嘛，所以你见到选举嗰个去到后期咧，觉得呢个位唔 work 啊，咁就不断就系讲嗰啲咩要顶住共产党啊，唔得咧就会沦陷，香港就会沦陷啊，嗰啲咁样，跟住依家个旋律就变到咁样噶嘛。但如果你成个香港嚟讲，如果市民系觉得我一定要系要对抗共产党，或者要点样系抗共先至系唯一嘅生路，或者唯一嘅出路嘅话，咁佢冇意思噶嘛？對於成個香港嚟講係，係。但係佢香港其中個價值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覺得九七之後，由阿陳科恩生同阿董建華反台開始，都係有一條主軸啊嘛，就係中港區隔啊嘛。民主派食咗中港區隔食咗好多年啊嘛，而家差唔多到一個點，究竟中港區隔係應該點樣區隔 work 唔 work 咧？究竟區唔到嘛？而家就係、是。咁近又咁咩？喂，好多人都系而家都系靠大陸揾食，
靠大陸生活嘅喎，你好多人喺好多幾多工作，好多人娶個大陸老婆添，仲娶個大陸老婆啊，全部大陸人都係雞添，點知自己老婆都大陸人？譚文豪都喺大陸置業啦，你講咩抗共啫？早年買落噶嘛，佢個解釋係早年買落就冇問題。哦，早年抗共，最近先抗共。你冇屈佢啊？嗰個喺我哋踩場嗰啲人話係佢老婆，關佢咩事啊？哦，即係佢老婆抗共。我讲过一样嘢啦，即系佢哋而家嗰个逻辑就系，佢哋做陈茂波都冇问题咯，佢哋做唐英年冇问题咯，因为人哋都系咁衰，我哋都可以咁衰咯。哦，咁我使乜要你？即系你帮我争取民主唔使喎 ，sorry 啊，你连一基本上嘅基本嘅道德高地都冇，你就叫我去支持你？系，佢嘅意思系即系我依家系帮你哋抗共紧嘅，你唔好理我做乜，我帮你哋抗共，顶住共产党。首先俾票我先，系嘛？是啦，即是等于啲大贪官，我唔会收你钱嘅，不过我老婆会收你搵我老婆，你俾钱我老婆啦，咁上下咁嘅道理啫嘛。嗰阵时大陆啲贪官好兴噶啦，审死官啊，嗰阵时周星驰嗰啲咪就咁样咯。啊，咦，我哋呢一节好似差唔多啦，吓。好啊，好，我哋翻嚟继续。